哎，能不能不走啊？等到家头都过来。哎呀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就到上海，很近的。哎，哦，你说啥问呢？哦，我已经跟魏天说好了，我就住在魏天家。哦，魏天是个好小子，不想了干活，一天到晚不务正业的。前几年嘛，跑到省城去冲雨，一点个小事不得，把这个妈妈头发都急白了，你说送都不送的吧？哎，你这次去麻烦不麻烦了嘛？ 豪哥，大蛋，哎呀，胖子，哎呀，又胖了，走，丹丹，饿不饿？饿，走，豪哥带你吃饭去，这里有个死老头上那里吃饭，他老欺负我，你帮我报仇，怎么报仇啊？多吃点吃死他，嘿，包在我身上，行，走。 许涛，来三，，我要吃好，他要吃饱，对，我要吃饱。 开吃！老板，加菜！老板，再来端晚饭。老板加菜！早餐没有了哦。 炒餐要不要？切，什么东西嘛？开餐馆没饭吃，嘿嘿嘿嘿嘿，谁看我有准备？嗯，俾两佢。我顶你啊，咁都得？ 蛋蛋，吃饱没有？好，明天我们继续吃死这个死老头。吃死，继续，人家继续。来，兄弟，把包给我。 怎么样？南北通透，阳光好，有阳台，有厕所，还可以啊，豪哥。哎，那我睡哪儿啊？啊，这。
睡这儿啊？啊，那跟你一起吗？是啊，从小到大不是这样吗？啊，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挺好。拿来。哎，什么呀？钱呢？哎，为什么要拿钱呢？难道你来深圳不带钱吗？出租屋很不安全的，交给我比较妥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豪哥。哎，就这么点钱呢？对，我就带了这么多。没了吗？没了呀。不对吧？啊，真没了，我就带这么多。好了好了，这么多就这么多吧。行，马上我要去加班，让自己加。好。你这么晚还去加班呢？放心啊，没事啊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，让自己加。好好好好好。你洗澡啊？是啊，我洗澡啊。哦。大大，你拆房子啊？豪哥，那些都是意外啊。豪哥，你在看什么呀？在看我的女神，小声点，看我的女神。啊，有美女啊？哪里哪里哪里？喏，在对面。啊，漂亮吧？多清纯。啊，怎么样？帅吧？感觉一般般呐，跟镇上歌厅的小美也没有什么区别。靠，镇上的小美有她这么清纯吗？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塑。哎呦，豪哥，你还会诗啊？当然了，看久了就会了。靠，死老头，扫兴，睡觉。哎，哎呀，关灯去。不管了，爸。啊！
哎，华哥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叫我？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先到处转一转，玩一玩，然后去找工作。还是先找工作吧，房租还没交呢。哎，我不是带钱来了吗？就你那点钱哪够啊？深圳消费这么高。先找工作，再慢慢玩。嗯，也好，涛哥听你的。不过我应该去哪里找工作比较好呢？哥早给你想好了，你来之前，我托了朋友找了几份工，总有一份合适你的。今天要上班，你自己联系。涛哥，你真牛！一般啦，努力加油。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放心，放心，放心。你行的，你行的。是我妈。哎，妈，我现在已经在上海了。哎，对对对，我现在就住在威田这里。哎，我昨天吃的也挺饱，睡得也挺好，一切都挺好的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哎，妈，电话费还是挺贵的，我准备去找工作了啊，不跟你说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嗯。小他行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拉闸科技吗？哎呀，咩事啊？我想找一下周先生，我是来求职的。求职咪直接嚟咯，咁鬼早打咩电话啫？黐线！听不大懂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乜鬼啊？厕所喺二楼，出门左转第二间，送餐时间都未到，唔接待啊？我是来求职的。302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说什么？302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请问是周先生吗？哎，对。哎，我是来求职的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来求职是吧？来，把这资料填了。这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个呢是九型人格测试，来测试你适合什么岗位的。这个呢是18种职业情商测试，测试你不适合什么岗位的。这是36项抗压性测试，测试你会不会跑路的。这个呢是暴力倾向测试，测试你对同事尤其是对领导有没有暴力倾向的。总之把他们全部填好交给我。这要填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不急不急，慢慢来，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哦，给点提示呗。重要的是会喊口号。来来来，跟我一起喊口号。领导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对我的爱。领导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对我的爱。不不不不，要有 feel， 要有冲劲。领导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对我的爱。领导对我的严格要求是对我的爱。今天很痛苦，明天很舒服。今天很痛苦，明天很舒服。不。要大声一点，今天很痛苦，明天很舒服。今天很痛苦，明天很舒服。对，可爱，这个送给你，把这个背熟了。这么多？对，这不算多了，每周都有更新啊。啊？当然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。哇靠，那指点下呗。你的求职简历太 low 了，现在都用 PPT 了。
好漂亮啊，好厉害呀、啊！当然啦，我做了20多年了，服务了80多个领导哦。可我不会做呀。没事啊，你可以请我做啊。这也可以。当然啦，我们这么合得来，给你打8折嘞，400块，很合算啦。好，我想考虑一下。哎，好好好好，没事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来找我。好的好的，我有需要一定找你。啊，好好好，慢走啊，记得找我啊。不太靠谱，下一家。临时演员怎么会在这里？小胖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哎，你跟我很面熟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小胖子，你不乖哦。我听说这里在招聘临时演员，我是来求职的。可以吗？是的，进来吧。小胖子，这是周导，快叫人。哎，周导好。你是？你什么你？看我很面熟是吧？别跟我套近乎，站好。让老师看看你上不上镜。哎，挺好的。导演，你这个镜头带好像没开。开不开这个不重要，看好你，有戏让你先上。去，跟安琪娜交500块钱。导演，我没带那么多钱。带多少？我就带了这么多。小胖子，先搬够钱再来找我哦，人家叫安琪。哎，我的20块钱能不能先还我？下次一起。哎呀，吃点东西消消气先。喂，豪哥，你介绍的工作不靠谱啊！再试试吧，我现在很忙，回头再说啊。哎，豪哥，谁的电话？卖基金的，豪哥。基金，还钱！不要动手。好好好，大哥，我们是文明人，不要动手动脚的啊。好好，豪哥，最近手头紧，再还几天啊。紧，你紧个屁呀！昨天阿才说你打麻将才输了1000，有钱打麻将没钱还我。老哥，昨天来了个老乡，他一餐吃8个盒饭，我不搞点钱他饿死了。有那么狠吗？老哥，再还几天啊。还几天可以，不过你要肉偿啊。老哥，我是个直男。那边有堆地砖，全部给我搬仓库去啊。
到时候你腰不弯，我相信你是直男。老哥，你一个开小卖部的还卖什么地砖呢？喂，你好，我在找工作，请问你们是不是招职员？兄弟，我们是招人，但不是招职员啊，我们招的是高级合伙人。高级合伙人是什么意思呀？兄弟，只要你加入我们，稍微努力一点，一个月轻轻松松几万块啦，做得好的话，月入百万也不是不可能啊。啊，这样啊，有这么好的事儿？那我要干些什么呢？兄弟，很简单，我们这里的高端货市场上都是一两千块的，我给你批发价200块，你赚个十几二十倍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啊，这么厉害呀？那我要是卖不出去怎么办呢？一样样卖有什么意思？你可以把你的亲戚朋友都发展成你的下线啊，他们可以卖东西。这么老的套路，到现在还来啊？招助理，这儿，管他呢，看看再说。招助理，哎呀，唐总，你就不要为难我了，我跟你一样，只是一个商人。李总，您太谦虚了，因为大家都说您看得很好，所以我才来找您的。哎呀，看风水只是我的业余爱好，哪有他们说的这么神？这个我也知道。你图个心安嘛，帮帮忙了。最近我确实比较忙，要不然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忙过这阵子再说，好不好？哎，小王子，你找谁啊？请问是李总吗？我是来求职的。哦，对，你先进来坐一会儿。那行，李总，您先忙。那等您忙完了，一定要帮我过去看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来，这样，唐总，我送你。好，这边请。咦，小伙子，哎，小伙子，这里边的东西呢？我吃了。你吃了？是啊，这巧克力是不是过期了？这味道好奇怪啊。这不是什么巧克力。那这是什么呀？丹。啊，你怎么会有丹？我炼的。哎，吃了这个丹会不会瞬间打通任督二脉，然后功力大涨，成为武林高手啊？小伙子，长你个头啊！来，快躺下。这么长根针要干什么呀？快躺下，我给你扎两针，好把丹药吐出来。哎，唐总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小伙子。啊，小伙子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跑啥子？老板，我要。不是吧，老板，做生意要厚道啊。胖子，昨天你光米饭就吃了2斤多，什么叫厚道啊？那好吧。啊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份盒饭。胖子，多给一点给你啊。谢谢啊。哎，美女你好，请问这里坐吧。啊，谢谢美女。
你笑什么呀？你吃的这么香，我爸做的饭有这么好吃吗？有啊有啊，不过就是有点少，吃不饱。这鸡腿给你吃吧，我吃不下。谢谢美女。哎呀，今天找工作吓死我了，正好吃个鸡腿压压惊。找工作有这么可怕吗？相当可怕。今天我遇到一个人，说是招助理，结果是个变态，练了这么大一个单放桌子上。哎呀，我还以为是巧克力，最后他还拿针扎我呀。听起来像是你编的。怎么会？哎呀，搞得我好不容易才跑掉，吓死我了。吃完赶紧走，不要老在这占便宜。爸，我吃不了这么多的。吃不了也要吃，你这么瘦不吃不行啊。你要吃吗？你跟阿豪是朋友吗？是啊，我是他的发小，我跑到深圳来投奔他的。哦，我昨天看你们两个走在一起。是啊。找到工作了吗？嗯，还没找到。你什么学历啊？嗯，我高中。那你对工作有什么要求吗？嗯，没啥要求，能吃饱就行。嗯，我现在的公司呢，最近在招保安，但是工资不高，你要不要去试一下？好啊，我想去试一下。我给你一张名片吧。嗯。这上面呢有我公司的地址，你明天下午去到那里找一个叫史俊的部门经理，但是他这个人不太好说话。要不美女你给指点一下呗。算了，没什么，我会帮你跟他先说的。但是你要记得叫他俊哥，千万不要叫他史经理，他不喜欢。好的。还有你记得是明天下午去，因为他早上是不在的。好了，好，明天见吧，我去帮我爸忙了。好啊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严蛋蛋。你可以叫我蛋蛋，你可以叫我小胖子。是那个蛋西的蛋，不是蛋黄的蛋啊。蛋西，好奇怪。这我妈取的名字，没办法。那我先去帮忙了。哎，老板，再来两份盒饭。哎，豪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帮装帮的。你吃饭了没有？哦，我吃过了。豪哥，你不是汽修厂的吗？为什么还要搬砖呢？一言难尽。好嘞，我先睡。豪哥，你怎么睡沙发呀？没事，我喜欢睡沙发，你不要管我，自己搞定。没事儿吧？我他妈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说了要32号或者40号地砖，家具要实木的啊！你这什么意思呢？你做成这样不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，是对俊哥不负责，是枉费我对你的栽培。俊哥上面还有公司要照顾，你对自己不好，对俊哥不好，那就是对公司不好啊！你现在这样做你有交代吗？对公司啊，你看你这个方案做的啊，明白了没有啊？明白充足，明白。哎，你就是说你那胖子看你很久了，干嘛的？这位帅哥，请问哪位是俊哥呀？我是来应聘的，是来应聘保安的。保安呐、啊，换个地方说话啊。好好好。哎，小胖子，把门带一下。俊哥，这是我的简历啊。行，你是春姨介绍来的是吧？哎，是的，是的。春姨说，在公司里的事情基本上俊哥就说了算，而且呢，俊哥也是比较和善的，所以说让我直接来找您。哎，那倒是，规矩懂吗？还请俊哥指点一下呗。
很简单，上班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7点，3000块钱工资，一开始有3个月的试用期，1800包吃不包住，有五险一金。平时没什么事儿呢，就去前台帮忙接待一下啊。有事儿如果同事需要帮忙呢，就帮他们一下，就这么简单，明白吗？好好，懂懂懂。以后我就跟着俊哥混了。俊哥您要招呼我。小胖子挺机灵啊，先拿600块钱。啊？还要交钱呢？废话，当保安不需要制装费啊，当保安不需要拿押金出来啊。万一你要是拿东西跑了，这责任我担。啊，好，俊哥您等一下啊。行了，没什么事儿呢，就去找小兰呢。填下表格，有什么不懂的问他就可以了，好吗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，走吧。好好好。哎，哦，哎，忘了，万一要是有人向你提起关于制装备的事儿呢，千万不要跟他们说。我是看在春怡的份子上，才收你600的，平时都收800，你知道了。这俊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懂吗？懂懂懂。哎，谢谢俊哥，谢谢俊哥。小胖子有点意思，走吧。怎么样啊？真棒，欠我个人情哦。没问题，你看让我怎么谢谢你。等我想到再告诉你吧。好，我先去忙了，最近公司情况不太好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春怡，小兰是哪一位啊？那个。那个，好，那我先过去了。 好。小兰你好。什么事儿？我是新来的，是来做保安的。俊哥让我来找你填个表，然后拿个服装。好。表在这儿，填好给我。好好。史经理是不是收你的制装费了？是啊。他收了你多少钱？他收了我800块，说是押金、制装费什么的。哎呀，其实这个钱我们公司是免费出的，员工不需要自己掏钱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押金。啊，不是吧？对啊。其实事后啊，你可以找找林总，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要回来。算了算了。这个就当是学费了，就没必要了，算了吧。好了，小兰，填好了。哎，小兰，我今天要开始上班吗？今天不用，明天才是正式上班。这个是你的保安服装，这已经是最大的码子了，能不能穿你自己想想办法吧。好，谢谢小兰，谢谢小兰。哎，对了，小兰，咱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呀？那这个是公司的宣传册，回去看一下你就明白了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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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小兰，谢谢小兰。豪哥，哎，奶奶，哟，豪哥，我找到工作了！我去，这么机灵！是啊。怎么样，豪哥介绍的没错吧？那几份工可是费了好大力气的。没有没有，我的工作是春怡给我介绍的。你小子竟然敢打春怡的主意？没有没有，还说没有，春怡都叫我这么亲热了，还说没有。哎，阿豪，你在干什么？拉都打完了吗？报告老板，提前完成任务。真的有完工？不信你看，跟镜子似的，把你照得这么帅。那我得检查了哦，不行怎么办呢？阿毛，那边塞台车我包洗了。这里还有划痕，
不是吧，这也行？这独门绝技来的，我靠，洗车去吧。嘿，豪哥，你老板真厉害呀。厉害个屁，这下惨了。怎么了？我一会儿要去帮包哥搬砖，去不了了，现在要洗三台车。没事，豪哥，我帮你。是吧，好兄弟。我来小胖子还不错吗？老哥，你还卖地砖呢？你懂什么？当年包哥我搞建材批发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干啥呢。包哥，你还卖过建材呀？切，当年我混建材市场的时候，几千种产品，几万个货号，我都了如指掌，人称建材百科书。厉害。哎，包哥，那为什么你后来不做建材了呢？我被人骗了啊。哎，就是这种地砖，看出来了没有？没有。我当时也没看出来，这种是仿品，跟真货的相似度是九成九啊，但是价格只有真货的十分之一，只是表面呢有一点点小瑕疵，没有异气是看不出来的。那骗你那个王八蛋抓到没有啊？妈了个巴子，让那小子跑了。那包哥，你现在就沦落到在这里开小卖部了。痛定思痛，所以呢我现在也卖这种瓷砖，反正一般人也看不出来。包哥你狠。对了，好，搬一次砖算你一人50块人工，加上利息你还要再来18次。不是吧包哥。滚蛋滚蛋滚蛋。豪哥，你到底欠了包哥多少钱呢？1000多块钱吧。哎，你看，要不我这里还有点钱，要不要先替你还了？反正我现在也找到工作了嘛。不用，你不用管。你刚来深圳，用钱的地方多，搬砖就当锻炼身体。哦。哎，在公司不能欺负我女神。放心吧，不会欺负他的。更不能打他主意。啊，你放心吧，他也看不上我。也是，我这么帅他都看不上我，怎么看上你呢？啊，先休息一会儿。嗯，休息一下。喂，小雨，你在公司吗？在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小雨，我来应聘的啊，你不是在找保安吗？我来你公司当保安吧。啊，不要胡闹，保安我已经招到了。不是吧，我没胡闹啊，小雨，我很快就到了啊，等我啊。别闹了啊，公司的事已经够我烦的了，饶了我好不好？这活都干不了，还想找混了啊？
要不是俊哥看见你早就没了吧你去。哎胖子等会儿。你干嘛的？我巡逻。巡逻？我像变态吗？巡逻。公司后面有个专用车位，车位老变站，赶紧去标一下去。啊怎么标啊？什么怎么标？我会，请你来干嘛？去。小玉玉他们公司的车位啊，截胡的就是这死胖子了。弄他，对，弄他，弄他。胖子，来来来来来。哎，胖子，过来。对对对，就是你。过来，好。哎，你好，胖子。哎，你是美鱼装饰的保安？是啊是啊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你们老板朋友啊，我车出了点问题，好像排气管堵住了，你帮我看看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踩油门，踩油门，踩油门！没有啊，什么东西都看不到啊。还不行啊，你再看看另一边。哦。再踩。还是什么都没有啊。死胖子，我让你看你就看的啊，你是不是傻？哎，你看他那个熊样，你看。压住我了。李总，我这是在茶水间发现了一份资料，您要不要看一下是不是您的？没错，是我的。你是新来的保安吧？是的，李总。我叫严蛋蛋。您可以叫我蛋蛋，也可以叫我小胖子。我叫你小严吧。好的，李总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江苏扬州人。刚来深圳没多久吧？哎，我刚来没几天。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？是杨春怡介绍我过来工作的。哎，你跟小杨很熟？还算可以吧，我们是在楼下吃饭认识的。哦。我去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干。好的，林总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是这样，小严，咱们公司最近情况不太好。楼下有一家公司老跟咱们作对，而且接连有好几个大单都被别的公司给抢走了，所以我怀疑公司有人泄露了方案。但是泄密的渠道有很多种，总之你多留意一下就好了。好的，林总，我一定会留意一下的。这才多久啊，就来套近乎了。弄他。
呀。飞爷，今晚有没有空啊？这领导呢，刚好约了客户喝酒，要不也一块儿呗？我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学嘛，很简单。再说了，你不会喝酒，客户会；你不会，客户会，刚刚好嘛。不好意思啊，俊哥，我爸煮了我的饭了。什么？你爸煮了饭？你爸重要还是客户重要啊？客户是你爷爷，爷重要还是爸重要？什么态度？你现在有没有搞错啊？这点小事你都不会干，多简单一件事情，你怎么就不会能了解一下呢？啊，你爸重要客户重要啊？要不是俊哥看着你早待不下去了，我跟你讲，俊哥也是为了你好啊，怎么不想一想呢？你也为俊哥想一下吗？被骂了。嗯，别往心里去，你就当一大早被个屁给崩了。咦，你好恶心啊。嘿嘿嘿，别不开心了，晚上我请你吃烧烤。哎，晚上我又要加班了。这兔子好像你呀。不像，我比它肥。你学个肥兔子来看看。我操，这头肉怎么这么开心啊？看着就讨厌。到处要趁热啊，隔夜就不爽。是三十二号，好像史经理经常喜欢订32号和40号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，听说是风水砖吧。啊，那你信风水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些客户是挺在乎这个的。嗯，好像史经理挺懂这个的哈。史经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终于可以吃饭了，天哪！这边，坐坐。这个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今天吃什么呀？鸡排。哎呀，咱这有鸡排太好了。好，谢谢小兰。哎，跟你一起吃饭就是有胃口。还好。对啊，最近跟你一起吃饭。哎，不用不用。我都胖了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哎，你多吃点，你多吃点，你这么瘦，应该多吃点。我够了，我够了。啊，好好好好，没事没事。回头我要是不够吃的话，我再去楼下沙县再吃一点就好了。好吃吗？啊，这份也是你的。嗯，为什么还有一份呢？这是史经理的。史经理他不是没有在公司吃饭吗？对啊，但是他有时候会在这里吃，然后有一次我没有订，被他骂死了。好浪费啊。哎，不会不会，以后他的那份就是我的了，不会浪费的，放心吧。哎，史经理平时去哪里吃饭的？不是这样的，其实史经理他是有一个朋友在底下开了一个娱乐城，然后公司的一些应酬呀饭局啊他都会安排在那儿，所以他去那儿吃饭不要钱。有钱人就是好啊。嗯，吃饭都不要钱，还比我们吃的好，顿顿都可以吃好的。对呀，他工资比我们高好几倍，还有提成呢。哎呀，
但我听说最近公司业绩下滑的厉害，史经理应该日子不太好过。是林总的日子不好过才对，史经理就只会拿我们出气。就是他就会拿我们出气。不要说他了，快点吃饭吧。嗯，好。吃点赶紧吃，还要加班呢。跟你吃饭好有食欲啊。嗯，多吃点。不吃了。嗯嗯。好了，我吃饱了。我先撤了，我也不吃了，我要加班了。嗯，快点看完。嗯，嗯，公司以前做的那些资料，能不能拷给我一份呢？你要这个干嘛？我想学习一下嘛。但是有些资料是不能带出公司的。嗯，你要想去看的话，去会议室的展示机上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嗯，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们忙去吧，这个我来收拾，我来收拾。欢迎你们忙去吧。还想吃是不是？哎、你们忙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嗯，好。刚下班，正准备回家。哎呀，你怎么又加班了呢？不要这么累吗？老是对着电脑，皮肤会变差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又不是你，胡大少爷，我要挣钱养家的。这还不容易，我养你啊！别闹了啊，我好累。我没闹呀，你等我啊，我去接你，顺便送你一个防辐射的神器。别来啊！喂。喂，胡来，小严。哎，林总，办公室不能吃东西的，食物碎屑会招来老鼠跟蟑螂，咬坏线路就不好了。谢谢林总，下次我不会了。这么晚还没回去，在干嘛呢？我在看我们公司以前做的方案。哦，为什么要看这个？我就想着学习学习，将来如果不做保安了，也可以干点别的嘛。你好啊。哎呀，这个不看不知道呀。装修方案好复杂呀，一套装修方案一般都要几十页，多的都要上百页，难怪春姨总是加班。对，没错。因为咱们公司呀、主要是做这个工装设计的，比方一些酒店呐、展会呀、还有一些别墅，所以咱们的客户相对来说要求都会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也会判断客户的一个需求，给出一个整体的造价，然后再根据客户的喜好去确定装修的方案。整个过程下来还是挺繁琐的，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收集，还有材料的比对。一个专业的团队至少也需要十多个工作日才能完成，所以确实是挺辛苦的。而且如果是最后谈妥了，我们还需要跟进一个项目的施工，客户确认了没有问题了，我们才可以收到全款。哦，这么麻烦呐。哎，林总，做装修需要懂风水吗？风水这个还是看个人的。比方说咱们这次的客户，他对风水的要求就非常的高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装修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格调还有空间的利用。哇，林总你懂得好多呀。毕竟是我大学的专业呀。其实你如果喜欢装修，也可以多学学多看看，说不定以后可以做呢。哦，我也可以吗？那当然。哎，那林总，这个地方我不太明白，您能不能教我一下呀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哪里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呀？它这个地方呀，这是一个比较现代的设计，
你看。死胖子，真卑鄙！看我用仙人球戳死你！戳戳戳戳戳！戳戳戳交代啊！交代什么呀？这么晚才回来，干嘛去了？啊，我今天公司休息，所以我去逛了个街。今天公司休息，一个大男人逛什么街啊？忽悠我的吧？没有忽悠你，我早就跟你说我要到处转一转的嘛。我今天就出去转了一下。没有跟我的女神在一起吗？当然没有。真的没有？当然没有了。那这么晚了，她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忙。也许春姨还在公司加班呢。平时她都没这么晚回来的，就算有工作，她都是带回来家里做的呀，不可能啊。那也许有事或者出去玩了。难道是去约会去了？有可能啊。太伤心了，有没有200块？你要200块干嘛？借酒消愁。你就是去打麻将，原理是一样的嘛！快点拿来，就这么多了。行，差不多也够了。行，来走了啊！我去安抚我受伤的心灵。哎，你少打点麻将。我知道了。我的这种无情传递心中的温暖。
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搞的啊？陪客户都陪不了，什么态度你现在？还有你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到处都是你。哎，我刚跑路过。飞姨啊，你看人家韩总人也不错，要不这样，看你这么难受，让他送你回去啊。哎，使劲使劲，我家就住他对面，我送他回去。滚走。没用。春雨，你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啊！哎，春雨，喝口水吧。谢谢。哎，春雨啊，你看天都这么晚了，我打个车送你回家吧。我不想回家，我已经发过信息给我爸了，不想让我爸看到我喝醉的样子。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好啊，走。不用哦。嗯，慢慢走就好。好好，走。蛋蛋，嗯，为什么你总是可以这么开心？俗话说，人不开心枉少年嘛。胡说。春姨啊，这四周乌漆麻黑的，你在看什么呀？我在看灯火。灯火？一盏灯火就是一个家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妈就去世了。我爸他虽然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是他很爱我。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为了不跟我分开，就在我学校门口开了个小吃摊。现在毕业了，我来了深圳，他也跟着我来了深圳，开着小吃摊一直到现在，就是你平时去的那一个。我努力读书，努力工作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在深圳给他买一套房子。但是直到现在，好像都看不到希望。哎，春姨啊，你要是做得不开心，为什么不换一家公司呢？你的学历那么高。说得容易，本科生的学历在深圳已经不算高了，而且在哪里工作都是一样的。那你可以辞职呀，出去玩一玩。那我找不到工作呢，在家啃老吗？你可以啃我呀。什么？公子哥只是我的副业，其实我是个艺术家。胖子，来画张画呗。哎，不了不了，我赶着上班，时间还早啊。很快的，长得这么灵秀，我现在很有创作欲望了。这样的？对啊，好好好，多少钱一张啊？30。这么贵？
不贵，专业的嘛，我是艺术家。啊，能不能便宜点嘛？你说多少？最多25。成交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专业的，画的还不错。为什么是黑白的呀？彩色的30哦，不是很着急啊。来张彩色的吧。啊，不了不了不了，不来了不来了。好了。哎，下次记得介绍朋友过来啊。嗯，好好好，我名片呢、啊？好，人物静物都可以。好，没问题。彩色的30啊。好好好，艺术家再见。再见。在一起，他怎么会去楼下的公司呢？小严，嗯，林总，你在这干嘛？啊，我在这里吃早餐呢。你看我在这里吃饭，就可以把什么蟑螂啊、老鼠啊，全部都引到他们公司去。这两天胡来没有来欺负你吧？没有没有，这两天他都没出现。嗯，胡来呢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人不坏。他就是有钱人家大少爷，从小就爱捉弄人，你别太往心里去啊。嗯，如果他再欺负你，你就来告诉我。啊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他也没欺负我。好，那就好。这周呢，咱们就要跟客户谈判了，下午有个碰头会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来参与一下。嗯，真的？哦，谢谢林总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林总，我吃完就上班。还是觉得这个方案设计整体有些太沉重了。这样，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一下。嗯，我觉得可以加入一点现代的元素。现代元素？脑子没毛病吧？啊，常总是成功人士，要的是成熟稳重的感觉。你都没接触过这个 level 的人。啊，乱发什么言？春雨，没关系的，慢慢来。史经理，我觉得春雨的想法我是认同的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？是这样的，林总啊，常总这个单子虽然是胡总介绍的，但一直都是我跟开的，我最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。再说了，人家常总最讲究的是风水，那肯定得用纯中式的设计。还有啊，你现在改设计来得及吗？啊，方案的事我们还是以项目总监的意见为准，当然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也可以私下找我或者是找史经理，大家尽量把方案的细节再处理一下，精益求精，过两天就是竞标会了，咱们加把劲，把项目拿下，我给大家发奖金。好了，大家先去忙吧。Thank you.
春姨啊，明天就是竞标会了，你不用加班吗？不用了，方案都整理好了，不用加班了。我听林总说，我们公司的方案有可能被人泄露了。你说把方案卖给其他公司可以得很多钱吗？这个倒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公司今年至少有4个大项目竞标失败了，都是被同一家公司用差不多方案还有很小的差价打败的。可是又有点说不通。哪里说不通呢？这些年来，材料价格是越来越透明的，而且都可以在网上查得到。我做的方案利润率已经很低了。那这个说明什么呢？不太明白。就是每一家公司它的利润率其实是很透明的，我们做的方案已经利润率很低了，对方给我们的报价还要低，所以说他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买这个方案。那钱再少它也是钱呐。不对，出卖公司机密追究起来是要坐牢的。再说林总给的项目提成又高啊，所以说出卖方案风险比收益要大得多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春姨啊，你说假如我们公司确实有人泄露了方案，你觉得这个人可能是谁呢？这个还真没头绪。你说会不会是史经理呢？不会吧，史经理是老员工了，他的工资又高，提成也不少，没这个必要吧。哦，这样啊。对了，小胖子，明天竞标会你去不去啊？啊，我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就不去了。好吧，明天竞标会要加油哦。 Fight都这个点了，还没来。小兰，你再给史经理打电话。算了，我们不等他了，我们先过去。如果时间还没到，待会我来讲。小兰，这个东西是你整理的，那 PPT 你来播，没有问题吧？没有问题。OK， 春姨，这个设计师是你对接的，你来配合我讲方案，如果我有遗漏的地方，你来做补充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小严，你留在公司，如果看到史经理了，让他马上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先出发。史经理，哎，你怎么先到了？不要再叫我史经理，叫我石总。我已经不干了，我已经把你们公司炒掉了。我现在是黄总公司的 VP， 今天我是代替黄总来参加竞标的。So， 叫我石总。OK， 小总，我们先开始吧。好吧，人都到齐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谁先来？常总，那当然是我们先来了。这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好吧，那就开始吧。好，那么现在就由我来给黄总讲一下今天的方案。我们这次的方案呢，主要是现代家具的理念以及传统的一些思念相互融合。那么主要是为了体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因素在里面，当然其中还有融合了关于风水的一些变化来形成主导意见。我们整体的色调采用的是胡桃木的色调，
其中是为了衬托他轻快跟热情的一面。看到家具以后呢，家具上面有很多有红色的部分，红色的部分在状态是特别的开心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方案，感谢各位收听。整体的设计呢，也是低调而不失奢华的。我相信这种风格特别适合像常总这样的成功人士。嗯，那我们今天的方案就讲完了。等一下，林总，你这方案有问题吗？哪里有问题？风水有问题。风水有问题？这个风水咱们可是找风水专业人士看过的，对吗，师兄？是这样的，风水是没问题，但是你这根鱼缸为什么问题？鱼缸放哪儿？众所周知都放哪儿了？你放这么大个鱼缸在门口干什么？口渴呀？啊？我讲完了。我觉得石总方案不错，比较符合我的想法。谢谢常总。林总的方案也不错，沉稳大方，但是有些过于沉闷。其实还有一家公司，通过我的朋友向我递交了一份方案，方案跟林总的十分相似，但是价格更便宜。林总，你看要不要看一下？所以这一次我选的方案是当当当当，对，我胡来还没有来，会议怎么能结束呢？哎，小来，你怎么来了？来，程经理，先抱一个。哎呦，想死你了。哎呀，你也过来看看常姐，你父亲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爸呀，他那身体好着呢，肯定比我活的时间长。哎，这个孩子，你今天来是干嘛？哦，我今天是来讲方案。是这样，小鱼呢是我的同学，现在呢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给他打工，是他们公司的项目总监。哦，你父亲那么大生意，你都不忙去打理，跑到女同学那里干嘛？是这样，方姐姐，您坐好了，仔细听我跟您说清楚。亲爱的常姐姐啊，还有现场的各位，其实呢，今天啊，我们的林总。他是准备了两套方案给大家的，但是呢，由于当中有一套方案涉及面比较复杂，而且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，所以呢，直到今天的早上，我们还在努力的整理当中。因而，林总就先决定带着自己的一份方案，先来跟大家来分享。经过我胡来的不断的努力啊，终于赶在我们的会上将第二套方案整理出来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套方案，好吧？严丹丹。这个小胖子大家可以忽略掉他啊，因为他只是我的保镖，负责一会儿我们的这个 PPT 的操作，大家还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我的身上。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套方案。
说到我们的第二套方案呢，其实大家呀，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啊，这也是个题外话。因为呢，我跟林总啊，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上的是 ETH， 那么在主修的专业是建筑与室内装潢。可以说呢，在瑞士这样的一个国家呀，它的历史建筑资源是非常的丰富的，包括皇家园林啊、古堡啊、教堂啊等等，有很多我们可以汲取的建筑元素。而在我们通过共同的观摩和了解之后呢，我们两个达成了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到底现在室内装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有人可能会说，无非首先是什么耗材啊、装饰啊，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，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内在。亲爱的常姐姐、常总啊，您在别人心里啊，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女强人，一个优秀的女企业家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一直都觉得您更是一位优雅端庄的女士。一位优雅的女士应该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？好的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套融合了中西方建筑文化，完美又不失优雅的方案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二套方案。再次的感谢各位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诸位，常总，这个不动不气的玩意儿，有可能会破坏风水哦。哎，是什么来着？史俊呢？啊。史老板，我们且不论这个风水啊，我发现个问题，你的项目里面好像都特别喜欢用32号和40号地砖。喜欢一两块地砖需要理由？当然需要理由。你今天有带样品吗？带了，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拿就拿。大家看到了，在我面前有两块地砖。右手边的这块是石总的，而左手边的这块是我们公司的，看起来似乎是一样的。这当然是一样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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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们的这一块是真品，而石总的这一块呢是仿品。哎，过来，你可不能胡说啊！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。这种地砖啊，真品跟仿品之间呢有99%的相似度。啊，其实方法鉴别也很简单，真品呢，它的表面是非常光滑，而仿品呢，表面会有细微的瑕疵，如果不通过专业的设备来检测，那是检测不出来的。那你看得出来？对不起，我看不出来。那你就是污蔑我。看不出来，但我摸得出来呀。啊，常总，方法很简单。用手指按压住这个薄膜，好好的摸一摸，这两块砖有什么不同？哎呀，石总啊，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最近公司的这个方案不断的被出卖是你干的，后来我仔细想了想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种风险这么大的事情你肯定不会做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我发现最近公司的很多方案当中，你都用到了32号和40号地砖，为什么你每个方案都要用这两块地砖呢？说实话，你不烦，方案都烦了。原来您一直在以次充好啊，仗着很多客户分不清正品和仿品之间的差别，赚差价呀。我说错了吗，石总？你瞎说！我失误，这失误而已。哎呦，石总，失误啊！这不是您风格吧？太有失水准了吧？啊！哎呀，其实这个事儿呢，咱也可以不提啊。
我想以后会有人跟您好好的聊聊地砖这个事儿。咱们再来聊聊方案好不好？你提到了风水这个问题啊，我们都知道常总啊对风水学确实是很感兴趣，但是你也不至于把人家的家搞得跟个风水铺子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再说了，在我们的方案当中也有风水大师的指点呢。蛋蛋在。小胖子，不要拉，不要拉！谁呀？谁要跟我 PK？ 故事到了这里呢，好像是完美的结束了。美丽善良的女老总终于赢得了合约，化解了公司的危机。富家大少爷成功地在自己的女神面前展现了实力，赢得了她的重视与好感。而辛苦委屈的打工女孩终于摆脱了大坏蛋的阴影，看到了希望。坏人也终将得到惩罚。啊，你们一定还有很多的问题。胡来为什么会在最后的关头及时出现呢？他又是怎么发现史俊以次充好的呢？你倒是又为什么会来帮忙呢？其实故事的真相是这样的，时间还要回到那一天。下午有个碰头会，你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一下。嗯，真的？哦，谢谢林总，太好了。好，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好的好的，林总，我吃完就上班。拿着。小胖子，托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让我整你一下呀？为什么呀？我老整不着你，我在小鱼面前没面子啊。这个有点少吧。其实呢，整我是个小事儿。嗯，就算是让林总喜欢你都可以。真的？真的？林总喜欢我？小胖子，我读书少，你可别骗我呀。保管有用。你要是骗我的话，我炖了你吃，你信吗？管够，管够。说好了，没问题。好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林总最近很烦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嗯。他公司好像有人泄密。你知道是谁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妹的！说重点。泄不泄密呢？其实不重要。嗯。重要的是这次林总这个单肯定拿不下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发现史俊最近和对手公司来往很密切。什么？这史金竟然敢阴我们家小鱼！我……你去哪儿？我去把他揭发出来。你有证据？没有啊。那你揭发个屁呀！但是小鱼会相信我的吗？你想想，就算林总他相信你，那史俊只要打死不认，那林总能怎么样呢？再说了，就算到了最后证明这一切都是事实，林总最多也就是感到很后悔。那你呢，还证明了他是错的，你说林总能对你有好感吗？哎呦我操，你怎么说的那么有道理呢？啊，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当然是让这件事情发生。那怎么行啊？眼看竞标就要失败的时候啊，嗯，就在林总他最伤心绝望、最彷徨无助的时候，你就带着一个方案，全新的方案，闪亮登场。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瞬间帮他击败所有的竞争对手，帮他拿下这个项目，成为他心目当中最耀眼的英雄。就这样，你还担心林总不喜欢你？翻云覆雨？对。死胖子啊，
你不实在呀、啊，啊！但是本少不会做方案呢。那你会忽悠吗？这个我拿手啊。那就没问题了。这次呢，你主要负责忽悠，而我呢，想办法帮你把方案搞定。你，我书念的少，你可别忽悠我啊！两天出个方案，本少爷好歹也是专业的，别蒙我啊。这个我自有办法。听说这次客户常总是你介绍的，那是我爸的合作伙伴。那你跟他很熟？我叫他姐。那他喜欢的装修风格你应该基本上都了解。嗯，90%。那就好办了吧。不过呢，首先我们得想办法找一个比较有格调的装修方案来。这个好办。这个呀，还是在国外的时候，我陪着我们家小鱼鱼一起去收集的资料，都是手稿，你看看有没有帮助。其实论建筑的设计方案并不难，但关键是材料太多，我又不了解现在的行情，怎么报价呀？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很熟，把他叫来问问就可以了。叫叫叫叫叫叫叫。包哥，啊，小胖子，啥事？包哥，我有个朋友想搞装修，但他不太清楚材料的价格，包哥你帮忙跑一趟问一下呗。哎呀，忙得很，没空。哎，包哥，这事儿如果完了，我就把豪哥欠你的那笔钱还了，然后呢，还帮你把那批地砖卖出去，怎么样？小胖子，你不要骗我啊！包哥一发火，连自己都害怕的。当然不会骗你。也敢骗我，让你搬一辈子地砖，把你的位置发过来，我马上过去。方向有了，价格也清楚了，这接下来就需要十几张效果图啊，这怎么搞？难道我要找十几个兄弟过来临时加班吗？来不及呀。胡大少爷，画效果图不一定要用电脑的呀。室内图啊，还有细节，还有彩色的。对啊对啊，哎，总共要20张，10个小时能不能画完？这没问题，但是我要加钱哦。加多少？至少55一张。我给你100块钱一张，5个小时能不能搞定？好，成交。书房。接下来就该找个风水大师来看看了。胖胖，有，等着。哎，小胖子没事吧？上次跑什么跑呢？你还说没事儿？吃了你的丹。九死一生啊，冤孽啊，你太能吃了，你上次吃这么多，明明就是你的东西有问题。哎，你是不是做假药的？怎么可能，我要去告你。这么缺钱？不告也行。哎，你想怎样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帮我看看这个风水局。风水局啊，这很简单，没什么问题啊。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？你说是骗子呀？哎，你怎么侮辱我的智商，侮辱我的专业呢？不是我说的，是有人说你是骗子。谁呀？明天早上10点钟，他说他就在这里等你，要找你 PK。PK？ 好，明天上午我就 P 他。功亏一篑啊！本少爷失策了，失策了。什么都有了，还差个 PPT 呀！明天没有 PPT 不高端呐。太阳都落山了，我到哪儿找 PPT？ 胖胖 ，PPT。别急，
我还真认识一个能做这件事情的人。弄来。喂，周先生 ，PPT 你发过来没啊？发过去了，记得给钱啊，1000块啊。少爷，PPT。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已经知道了，也许你们要问我为什么不直接向林总揭发石俊呢？很简单，我没有证据。要么林总相信了我，我还是个好保安。如果林总不相信我，石俊会怎么对我呢？林总说得很对，胡来本性不坏，他现在是公司的项目总监，而我则成了他的助手，我们相处的还不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到底是谁出卖了公司的方案呢？其实我来公司的第一天就知道了。乔兰，你好。什么事儿？公司没有单，史俊就拿不到高额提成，像史俊这样的人不会一直坚守在公司的，哎，就当我没看到好了。春怡喝醉的那天，我逛了一整天的深圳。从那天起，我才真正的认识了他。年轻、包容、充满朝气与活力，我很喜欢这座城市，我想留下来。而且那一天我也看到了灯火，跟春怡看到的不一样的灯火。他说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我相信我能留下来。